慢咧，我介绍咧，咱这个三零五号奖另外一位，这位呢，会当讲阮五位来滴，这个算是安尼上届先败，上届有分量的，年资上少的啦。哇，开玩笑，这是歌王级别，歌王级别。来，欢迎演出场于天，来拍个话题。淡水河边，来淡水河边。人讲这个优良之音，咱这是五好之音。含量讲腿啊！黄昏的淡水河边，路灯闪闪烁，看身边的景致。不甲心相比，想起着彼当时，谁人真记得？世上有数在何边？快乐小伴随，啊！现在你帮阮在想事，哇！你今天唱的歌干哪？参你过去拢无同安尼吼。哎呀，你这块歌特别劲的啦，特别劲的哦，是因为啊纪念我住在你迄落淡水河边啊了。是了，纪念你要退人世，我管你要带倒。啊是淡水河边，怎啊要吞起来？不是啦，这块歌你甲想讲，这块歌看偌久啊了。哦，这块歌嘛，我印象中差不多有30年以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哦，你看嘛是，我这个歌30年前的老歌，对，你听起来迄个感觉上啊，都好听，真有够赞。我来记得我较早吼，这块歌吼，我拄啊在要学唱的时阵，嗯，阮老师甲我教这块，头一块。啥啦？你是你起码是讲啥？恁老师啊？嘿啊，是迄落，我唱歌的老师啦，你当作我唱歌的老师啊？嘿啊。哦，我想讲奇怪，淡水河边迄边上阵敢有国校咧读啦？读小学的老师教你唱歌呢？无啦，唔是啦，30年前你也想看嘛？30年前我迄阵才几岁？你六岁尔嘛？你今年三啦？对啦。袂啊啦，袂遐少啦。对啦，你阿讲要是，唔是你少，拢阮大家对你少落，你讲咧？你坐，我对你老老好啊。对啦，你三啦，阮二七安尼啦。唔是，我今日唱这块歌有特别的意义啦。哦，对。特别，因为这块歌是我超30年前，阮迄老师甲教的。哦，也今仔日有来咱节目啦。哦，有够咱现场哦。哎呀，唔知啊，开玩笑。心有了，无唔对，是不是迄个头毛秃秃的？你看来有先歌哦。无啦，迄个对。阿婆根本地婆啊，这个。无啦。地婆啊，这个是。迄个观众哩，观众。阮老师我那足出名的呢。我知啊，是较早出名的啊。较早足出名啊，即卖嘛足出名，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即卖还过你歌单？有啊，无阿未退休哦，阿未啊。哦，今仔来无请伊出来者。哎，一定爱叫伊来啊。不然你是爱讲真嘞，你唔当安尼，请伊来做啥嘞？无影，安尼哦。哎，咱甲请出来就知影。哇，你老师你唱的歌一定超开口哦。吼，甲我同路的啦，开口比我较好啦。我听看卖。哎，要唱什么歌？先甲叫出来啦。先甲请出来，你这个不好助理啊！你这老师的这个先甲叫出来，对不对？先莫先爱唱歌，对不对？安尼无请伊唱一段，迄个无聊的男性啊！阿弥陀佛啦！来，大宝嘞，来，坐。哎，老师你好，坐。真久无看，无聊的男性，阿弥陀佛。无聊的。担心，这就是阮命的你，今命又是点在呀多情，茫茫难行过你，繁华的夕阳灯光。
人来酒问表示不争议我白有酒味总是小杯底不行呀啊洪老师洪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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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老师哇为着安尼啊，有要配合你的来搞，马上我穿一件红西装安尼，这行呀，就是啊，阿官你古代个啊，你看你的安尼，那个不好斗安尼啊啊，洪老师竟然绿西装，啊，这这这这跟时的无关系的，我来当你今仔来考红色配合啦，哎呀，你哪会知我红色，你还知，我你话讲我无看到，较想呀，这个歌单。就是因为过去有这个神拜音的这个歌声，永远的印在咱心、咱的心肝里面。对对对，你看嘛，拄只迄个歌，敢那歌名播出，我才是虾米人要唱我呢？是啊，这个无简单啦。哦，红的歌太济。我会记这首歌曲哦。嗯。拢踮伫台下顶，那主持的拢会讲，无聊的男生，迄个红一峰。哦，我你无人敢，我无人敢安尼讲啦。无人安尼讲。我是讲啊，这个唱无聊的男生。你得跨出去，安老师也是你啊！你现在黄文导师好，这跨出去。无啦，咱唔是咧讲，伊阿未讲煞，会惊红英雄啦。诶，老爸所唱的，查甫人嘴大吃四方，这是好大事，对不对？你捌看下查甫人的嘴啊？你敢冇看？歹看嘛，对不对？真正个查甫人迄型啊，五官。五官诶，大行拢大拢好嘛，对不对？哎呀，查甫人鼻啊大嘛好，嘴大嘛好，目睭大嘛是好啊。哎呀，你确定就无目大啦？我听下头讲讲啊，我是听讲个五官大啊，阿强啊，所在无大个惨啊。这个老师，这个百忙当中啊，来到我这个三立啊，金牌典当秀开始啊。没啊，大家就无去啊嘛，有我这个机会啊。我说无，你也当来搞啊，我真正三星优先，铁棍三立呢，增加很多的光彩。哎，是恁这国宝级的光，行过路。阿阮后壁遮咧行较好行，哎，这这真正是百年树人呐，前人种树，后人称这个这个这个这称遮遮阴呐，对不对？这是有影。是是，不啦，阿个结局吼，如果讲这个台语歌曲，一个今仔日存在，拢是去在座咱这朋友啊，甲这听众啊来甲咱支持，叫今仔日。对对对，华祥，华祥，谢谢，非常。你看这哦，人安尼安尼红鬼鬼世气的人。讲话又话遐客气啊！对对对对。但是我看到洪先洪老师了，我嘛想到这代志啦。你也是什么代志？你有老师，我冇老师啊。啊？你有那老师啊？我冇老师啊。多几位法师。你懂得我老师星云法师呀？不是啊，你过去是伫庙寺，你生活的人，你生哪里啊？但是我佮嘛是感觉离开庙寺了，我学唱歌，我较早嘛是歌星底啊。哦，叫呕吐在我。我冇听过会唱话练练唱歌安尼。是人以前唱，我哪会唱啊？会唱。哎，老师是大家嘛有老师，是看什么老师安尼尔啦。恁老师叫门是啥？阮老师真正真嘛，歌坛内面有咧唱歌，年纪上老的。哎，洪通。什么洪通？洪通即摆画漫画，已经断去啊啦。洪通真正会唱歌，佫足够跳舞。台湾的 Michael Jackson， 哎呦，有影有影，吼，要收我晓的咧，我怪咖你这出来遐晓，恁老师就晓的，都晓，挂到上个都要晓。麻烦你讲是好多贤惠，恁哪有做晓啊？阿叔多哦，感情好嘛。安尼哦，你人唱歌伊无跳舞哦，避免呢，兼唱佮兼跳呢，安尼较有毛病啦。什么毛病？到今嘛佮讲我骑孔明车咧上班啦。安尼哦，骑雨伞。啊，唱歌唱遐久啊，暂时佮无多要汽车来开哦。无啦，人哦，这经济嘛有够歹。唔是啊，运动啊。运动哦。诶，身体唔够好。我到底是虾米人啦？郑日清，地日清，来，破声管老师过了者来。破声。地老师来。哎，坐坐坐坐。三位都好。安在一锅大，就伊最可爱、最活泼的就伊。烟馆的少年家，大家好。烟馆的春风少年家，有看到无？天冷的夜暗暝，望着大海边，海面叮当。
有看到无？奇怪，人田老师你跳吼，拢有迄个节拍感啊！啊，你奇怪，你跳哪会敢那咧起动咧啦？好啦，所以讲，阮老师的功力较悬，我学学一半尔。哦。哎呀，先輩哦，三位基青，好，哎呀呀，哇，我老师啦，这个郑老师啊，哪里？我认识郑老师几啊位啊？后一个宋紫薇董事伟，对，我那个不假批的。后这个吼，你讲写春联的啦，啊，这个郑老师都不简单，歌单真正，我拄才介绍的，永远的。春风少年兄啊，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健康春风少年兄，永远的少年家，有影，看到伊啊，就充满了快乐啊。你嘛看到伊哦，你自然吼，人欠你钱，你就袂人想要讨安尼。哦，所以讲后边啊，我希望我嘛去甲借住谈判的时阵，郑老师能陪我一动者。哇，借住的啥物代志，拢会解决。看到你嘛，春风嘛，娇小个无要讨啊。安尼哦，但是你这位叛徒哈。都叫老师去唱歌的时候，人家是叹我，对不对？嗯、你这跳变看蒙，对不？你安讲就敢那啊，对这个老师真无礼貌，你知影？我是该伴舞，我袂使跳平音较好啊，对不对？我使多点平老师较好，安尼歹势嘛。但是问题是你看蒙看了比伊较水啊。我老师真正演歌段，即马伊上老啊，年纪上侪岁。几岁啊？唔知。我今年七十。啊、哦，七十啊，是是这样嘞。嘛，台顶安尼看起就对啦，已经六百几岁啊！我想后边甲对加起来啦。所以讲啊，这个，你看到恁了后，我心内底啊，我本来我是无啥爱安尼啊，无啥爱配的人啊。但是啊，就是安尼看到啊，恁安尼了啊，我感觉讲，恁大家拢带老师出门安尼，敢那我是高二同款安尼啊？啊？无啊，你个主持，我是高二一大汉的，安尼就对啦。你也毋是歌星啊？对？你咩老师？我跟你讲，我都是因为学了生活，我老师跟我讲讲，地主下山了后唔通唱歌，哦、主持就好，也嘛无只武林将士天武降杀机。你话唱歌噶？这跟主持跟这哪有关系、啊？你冇听？你三日播电视内面的大叔、啊。阮师傅较早，阮师傅较早就是唱歌唱歌，四海九岸台去放去。七彩啊，七孔红红不叫飞出来，你知影无？你讲到啊，天花乱坠，到底恁老师啥物人？哦，阮老师嘛讲起来，就真正是恐怖的人物。哦，伊是啥物人呢？啥物人？介绍这块歌，你就知影。黄昏的故乡，文化先生哦，好强！先生，先生，先生。叫着我，叫着我，红尘的故乡不是在叫我，叫我一个苦命的生，流浪的人无厝的多吃，孤单。你终于肯露面了，这文雅你看卖，安尼啊，三对啊，拢是安尼安尼疏导安尼，这都唔是讲哦，我批评讲恁两位的师傅啦啊，嘛讲起就阮师傅，文师傅夏先生，哇，今仔日我真欢喜会当教我一个红线哈，那个电视安尼三个讲这个三立这个当代当演唱。
会当算作我足欢喜的代志，吼、哦啊！这我是阮这个三立的这个吼，这个算阮的光荣。咱简单，互相再多甲伊三位鼓励一下。咱讲实，有史以来要看讲咱三位国宝级的歌王徛站在舞台顶共同演唱，真的有史以来第一遍。哎，这是开始，啊，希望明年、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当阁为大家，阮三个大家演唱，希望大家有哪长岁寿。时常听阮的歌，谢谢各位。各位嘛是讲无希望错过三十年后因三个人的合唱，千万身体会过好。等到三十年后，听听咧，看要安怎才做决定。哈，这是简单的代志。简单。美国总统八十岁，还搁咧做总统，李根哈，所以那咱算做囡仔。是啊是啊，即、哦這个咱即马看到画面上这三位呢，这不是这就是三仙老歌票啊，这是完全的是咱这闽南语歌坛真正这个点下这个标点符号的几位巨星。对对对，这位洪一峰先生，人称蓝杰，蓝杰较早呢，人讲蓝杰哦，人就讲歌王洪一峰先生。哦白鸽，我即话讲了神经病，白鸽太听个，白鸽哈，文下先生，即中鸽，中科，这琵琶上好只中科啊，丁老师啊、哦，谢谢。这但是啊，这平常心讲啊，这我是感觉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可是不管是南鸽还是中科啦，嘛较早阮老师啊，不是我咧操蛋，伊敢若冠军唱片两千几块哦。唱过的歌曲76849首，这是我白讲的，好夸张啊！这个记唔到，唱几遍啊？是啊，卖我白讲，那亲像讲对啦，文下先生、阿一公先生，马上就是阮心目中的老师。但是这是正我启蒙的老师，哦，对不对？第二清先生今年70岁，伊光过曲盘，较早按日本倒转来，签做声乐，第一代。迄个歌叫做《罗大好》，罗大好迄支，红到今嘛，含费劲，逐天搁咧学伊，对吧？我就是说标准，我跟你讲，较早阮老师所唱的歌，哥哥在树顶摘槟榔，这块歌唱煞尔，槟榔开始起大价，较早16元，伊唱煞1粒60。哦，安怎？啊，原来大家口腔的享受就是恁老师。啊请问恁老师有啥物啊？恁给钱无要紧，阮拢掂掂，大家拢知影，咱拢免啥讲，对不对？对啊，恁钱恁钱恁做恁给钱。马林老师，我敢为伊钦佩讲话，伊教细囝，迄个有影，生一个红英皇，做腰子树安尼啊。啊，恁老师嘛教细啊，问他写一个文章啊。文章咁。是啊，是啦，迄袂啊，是迄点我唔会啦，我生袂到。你嘛讲伊的小妹文姐，即个有影哦，即个有影啦哈。伊的小妹，你嘛无多，迄点我误会你啦，我嘛生。啊，我郑老师，我那郑老师因孙啊郑敬一啊，啊因阿公郑成功啦。啥款？啥款？啥款？即、这个较早吼，嘛是较早咱个歌坛唱歌啊。平常心讲咧，嘛较早你嘛讲文下，吼，也是讲邓紫棋，也是讲洪一峰咧。因的歌，因的即个名字讲出来咧，佮代表一个即个歌曲的一个形态，对不对？你嘛讲就迄个一挂较轻松的歌曲啦，也是讲安尼较活泼、较摇的啦。还有就是郑，迄个郑老师。郑老师，哎，你讲你讲。哎，不要不要，你嘛讲一挂你话你真可怜。嗯，最不是人。哦，这个是恁老师洪老师啊。对啦，讲港派。哎，啊，这嘛这个阮老师个对啦，伊是文武的常才。哦。哇，伊安尼不管是金歌、慢歌、探戈、布鲁斯、恰恰论吧。好、哦，迄种诶，拢总会啊，真奇怪。啊、我就感觉讲，阮老师那遐搞安尼啦。是，今仔是大家幸福，大家福气。你看，六个人伫舞台顶，恁要听啥物歌，尽量点起来，笑大家欢喜。慢些，但是我即马有一个感觉，你嘛讲我看恁两只型，我对啦。你是别安怎有这资格做人的学生啊？谁讲无资格？伊的歌我逐条拢蛮样唱啊。你样唱？拢样唱啊。麻烦一下哈，恁两个人呢？哎，不是不是，无得罪所在呢，请看伫伊的份上，原谅我。麻烦今次的歌呢，恁疏导合唱，互阮听看卖啊。阮两个，无要紧，真正会晓。安尼，学生先唱嘛，然后我唱煞，
老师，我若唱了歹，你甲补充落去。安尼哦，什么歌名？故乡的月。哦，听看麦，用七姐，来听看麦。哎，谢谢。标准的恰恰大家拢捌食过一种鸡叫做风啊，吼、哦，来哈，风啊，你捌食过？唔是正土鸡啦，正土鸡，哎，唔是正土鸡。七十岁跳这个型无简单呢。所以我感觉讲啊，想到讲你是风啊，尔，人七十岁你跳，迄个感觉对唔对？啊，轻轻松松啊，你跳敢那咧，你入土卡咁款啊咧。是啊，我讲这个无义的百分之五嘛，对不对？我今日当安尼袂歹啊，咧。学了无彻底。嘿啦。我所以我感觉你啊，你这人可能这世人哦，一心向佛，去表示哦，鱼肚缠身可能较好一点。没啦，有啊，伊都有这个怕神，有这个怕神，对啊对啊，有这个怕神。哦，安尼好。两两要去做庙公啊？我真是安尼啊。我做庙公，你做道头，你走袂去啦。麻烦你咯，风啊，你带恁哈，带恁老师。是。咱当兵啊，求客一下。还是。我原来。喂，对，我现在要想讲，你甲洪老师正经嘛是师徒。歹势，伊的技术我逐项学了不行的啦。安尼哦。啊哈哈哟。因为伊是唱假音的呢。假音的，我该用的唱假音的。哎呀，唱真好。哎呀，我。不然，我本来当作讲哦，照你讲，洪老师学生也是过金发迄种的。九八层迄种啊。系阮师兄。安尼。系阮师兄。安尼好，啊无呢，你先来听老师哦，唱看麦。啊，你也叫老师来开口。啊，我对老师落去唱。安尼哦，吼。啊，啊，你拣一条夜阳唱的歌，拜托。系啦，因为你的歌太侪条咧。一条好无？多一条。可怜乱花。啊，这条你不嫁过我。好好好，这条我会。可怜乱花才会吧。嘿嘿，歌声。在咱闽南语歌坛内面，一位非常受到大家敬爱的宝岛低音歌王洪一峰先生。生死无畏，待来分离，一旦悲欢叠三界。
伤心去，孤单到无边，啊，不免乱回，再会啊，再会。好像。老师，我唱，啊，若唱了无好势，你爱加指正的咧，哦。不愿意甲伊来分离，一旦被风吹散，后悔不了时，只好忍伤心泪，孤单到无边。啊，不免乱回，再回啊，再回啊。有看到无？这个人真土鸡啊！无去拍到证，有看到无？莫怪咱唔甲叫咧歌王，对唔对？好，我感觉你唱伊个开口啊，真正。虽然是，较早囡仔时阵，我就甲你讲，伊就阮老师全部拢有传服我，你。我讲话伊家己精髓拢好哩，对啊。你若阁继续安尼落去哦，后摆哦，嘴会产生变化。嗯，你讲的什么话啊？啊，嘴歌是啊。较快嘛，无要紧啊。你来讲的嘴歌够唱歌。嘴歌好啊，你什么话？你假戏哼啊，对啊。这无歹，无歹啦，无歹。我咪夸无，都人遐夸咧，你咪就。无无，哎，拍摄唔是美丽，拍摄。我我恁试看卖无？来，要看人咧闹开啊！看人闹开啊啦！我唔是讲阮老师，我是讲你啊！我安尼啦，我凊彩手底安尼吟一下一块歌，就阮老师的歌。嗯。心所爱的人，你看咯。早安排好，莫伫遐臭大。什么早安排好？你家会晓唱这块尔啦。哦，你说咧赛牛车咧？私の先生文哈さん握手お拍手で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心相愛的一礼ら手から吹き全都安先知为风雨去走
真正吼，笑到真正一个人中风笑到兼闹着了。不是，我这我会叫公司迄个笑，迄个破啊声一直播播到我拍完为止啊，对不对？会当讲破啊声连拍两分半钟，安尼看破，即马看多少外发达国啊。所以讲啊，拄则咱拢听着啊，其实呢。都叫我那么笑波笑个，这是开玩笑。三位啊，拢是真，我的先辈，真正歌坛国宝级的人物，对不对？所以讲，都叫开玩笑嘛，得水的所在，多多包涵。有老师鼓，我连爱心嘛。真正咱叫前辈。阿老师啊，赶快啊，拍摄拍摄，我都开玩笑，开玩笑啊。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喜欢呢，咱之后呢，每一个人呢，一段歌的时间。好，各位呢，过来安尼，回想一下过去因的这个时代吼，这个每一位呢，这个先辈，咱呢一首歌做一下代表性的，跟首声相声名声迄段歌曲安尼，不然当地歌嘛声名，当地歌嘛迄段，听着讲因第一段歌，我感觉你都感觉讲吼，那个你想爱情一点，还都好啦，啊无咱这个啊安尼，不为阮这个黄老师家来，安尼想哩吼，本来咱这个歌曲外国歌介足多啊，但是今晚我要唱这首歌曲，大家拢真熟悉，是我纯粹作曲的。哦，叫做《男女爱歌》。哇，好听的！哇，不好想，我来接。船的声音交响，着酒酿小醉声。男女的时阵，日间会无分路行。你是我的妈，别送我出头。你我干杯笑什么？何必待孤单？你甲我如果是同款的运命。宝岛歌王洪一峰先生，继续第二清先生所演唱《江都夜雾》，来，好，谢谢，过来一下，来，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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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风风微微异乡的都市，路边青青石落水，英文的味。青春难移，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啊，漂流万里，看多要那飞。在文化先生伊的歌曲内面，真侪歌曲拢是家己亲身作曲作词。这首歌曲又原来是伊家己所亲笔写出来一首歌，乱歌来欣赏看卖，好啊，声啊，鼓励一下，谢谢。思乱你。离别三年啦，昨暝的梦犹原，也是你的梦，江边的海鸟，在打一阵眠来，继续由三位先輩，咱三位在歌壇國寶級人物来合唱这首非常轻松、各位非常怀念的老歌《青春影》，也来继续着咱今日这集金牌点唱秀时间。多谢各位，谢谢。
甲水，身体健康，合家平安事事对。自由行，在咱歌坛留下着真多真多贡献，真多真多好听的歌曲。诶，这个三位先辈，也来感谢着所有的朋友，在咱这段时间，和咱三立公司的鼓励。多谢，请各位继续教阮新派电脑秀，加油！谢谢。乌蝶春花开得水。